生肖马，他们为人勤恳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这样朴实勤恳，又有着招财猫福气，一生都会衣食无忧，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发横财，过上富贵有钱的好日子。但是由于早先生肖马的运势一直不是很理想，所以生肖马始终未能如愿，而熬过大难，惹不起，财旺福旺，运气旺，正财横财，财生财。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，有望升官加爵，容易得到的提拔，注定成为人上人，桃花盛开，单身者容易收获美满爱情，恋爱者踏进婚姻殿堂，已婚者容易好运，全家人一起过着幸福甜蜜的日子。生肖虎，为人率真，性情忠厚，命中带有贵气，拥有着锦绣的前程，他们天生就是来享福的。在之前的几年里，生肖虎的运势表现相当差，生活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好事，经常会被霉运缠身，各种各样的麻烦接连不断。2018年往后运势上上签，喜事多见，到时候运势上佳，赚得钱一年比一年多，而且很短时间内就赚得丰厚家产。倘若接住好运，生活可谓是一顺百顺，在事业上打开机遇，生意一天天红火起来。今年不论是单身还是已婚，爱情都会变得更顺利，主动追求表达自己的感情，成功的机会会更高，在这段时间感情上会有惊喜出现。生肖狗，做事十分有毅力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办事，活得随性，同时纯真善良，朋友较多。属狗的人今年生活过得不是多么安稳，由于当值太岁，运势不断变化，所以生活也跟着变化，一直未曾稳定下来。不过在以后就能够过上这种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生活，因为他们财运当头，财富会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工作上比较忙碌，尤其经商的人事情特别多，日后简直让人好不羡慕。桃花运上上签，爱情不请自来，会和真爱有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，这是一段很浪漫的爱情故事，从此将开启你今后的幸福人生，一定好好珍惜。如果您最近运气不佳，财运不好，老是犯小人，感情不顺，姻缘不好，麻烦不断，那么欢迎联系本文作者指点您人生正确方向，点亮您的心灯，让您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。结缘微信 17720937434